欢迎来到加利福尼亚州的圣地亚哥。这个城市有着丰富的历史和超过100多个充满活力的社区。我们来探索一下圣地亚哥的文化。我现在是在历史悠久的瓦斯登街区，这里是圣地亚哥文化和夜生活的中心。漫步在16个步行街区，让我们一起来探寻一下现代和维多利亚式的建筑。你会找到剧院、美术馆、博物馆、屋顶酒吧和城市最受欢迎的餐厅。圣地亚哥盖斯莱普万豪酒店顶部的高空天空酒廊是我曾经去过的最美丽的屋顶酒吧之一，可以欣赏到科罗纳多岛、圣地亚哥湾市中心的天际线和圣地亚哥的棒球场 Petco Park 的全景。参观中途岛号航空母舰博物馆，听由前中途岛士兵解说的自导游，了解20世纪服役时间最长的美国海军飞机。一定要在拥抱和平雕像前来张自拍，这座雕像是在二战时期著名的胜利之吻照片的基础上而建的，常被称为亲吻雕像。另一个重要的文化中心是美国最大的城市公园，标志性的巴波亚公园。这里有绿洲环绕的博物馆、花园和曾获大奖的表演艺术剧院和圣地亚哥动物园。圣地亚哥有众多的历史和文化，你一定不要错过这里必看的文化景点，包括巴布亚公园、瓦斯登街区和中途岛号博物馆。